最近的天气哦，早上嘛，你讲讲比较晴嘛，哎呦，又再加上咧嘛，你去一出门都会看到好看个好日哦，里面好多有节气，咩节气啊，有气灾呀，布条啦等等，哎，真好看好日哈，特别是吹，嘛就比如休息日哦，吹他们品种坏掉。来宣传那些事咧，也通常啊，比如好听啊，你遇到英国的先来也好，东西啊，也越来越紧张啊，他等于被推落啊，所以越来越紧张。还是我们就去跟那老高点啦，给钱对吧？因为是我们去做一轮方式嘛，就先适当的现场，英国都没现场。现在很难，你现在就好嘛，有很多的干嘛，办法的话，今天遇到了没办法。所以呢，阿叔今天好需要啊，切切个祷告啊，祈求上帝来帮助他的。挨了伤哦，该你休息一下，能够健壮。如果系挨了命中嘅朋友啊，你几好啊？啊，阿叔都好多时要其实就三不动，同埋你呢好多时要啦。你望下你要困難嘅時候，啊！你自己上要集 superman 嚟望下要幾好啊！啊！要上開兩面樣子，佢兩面樣啊！啊！要對話兩啲期盼啊！上下禮拜咧，我哋提到啊，要講上下禮拜咧，我哋要提到天父上帝好願意用我哋提到一個旨意，並且咧行出一個旨意當中，耶上帝好期盼我哋咁樣子。好了，天父上帝在我们面对，我们经常面对地方来讲，所行最坏的旨意是乜嘅咧？就系包括在提升意志，嗰个是属提升意志，爱他们就清楚比较能看到咯。爱他们想做乜嘅咧？你讲，并且感谢父，其实给你们有资格分享信徒在光明中的经验，给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天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给你，我们在爱子里蒙了救赎，吹得三年。我们今天要感谢天父上帝，上帝的旨意呢，就是爱我们的世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分享信徒在光明当中的经验。你看你这个爱看的机会啊，你看你这个心灵一点，如果有别的话，你会甜蜜了。最近看啲經文以外咧，你冇看到有幾日通知喺上帝主通請佢做嘅，那幾日通知咧，啲如果講俾我聽嗬，如果看到這個黑騎士，佢是哪流？是哪流？流之家啊，分享天上嘅經驗，黑騎士哪流？流之家分享天上嘅經驗，也黑騎叫哪流？托住黑暗嘅天使，黑騎叫啊！你去办下条天道，或者讲办道，以爱自己嘅地方去。喺上帝，你哋喺上帝嘅旨意，你哋话你注意，上帝好希望话你明白，其实咁样子爱埋你。上帝好希望话你用超气，用信心嚟去准行，其爱会话你用做嘅眼前，一把一丝阿条有质感，一丝。把我们给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黑暗的天使，给把我们牵到给爱子的地方。所以人家就是所以人家脱离经文以外，清楚给我看到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的。你还记得俄罗斯教会在当时呢，是面对异端邪术的一种理论的影响啊？相信我们还记得新的嘅上帝有冇啲可能？老人家要催啲人，要还啲咧？或者讲新的嘅上帝有冇可能做催责？要催嘅世界嚟咧？你系说替之替责替上帝只一定会去讲嘅时候咧，就提到嘢嘅。你冇发觉到全嘢分几问题关？廿一切都系佢，廿一切。都是人为上帝，是人为圣洁的上帝把阿牛，使阿牛
叫阿条放阿条，其中两只是阿条有指甲，迄因为我一直没练过，接下来传你再看哈，接下来你如果看到哎，第十五天就回心就讲，哎呀，爱子，到底哪里的爱子？爱子嘛，爱子嘛，所亲爱个，娘爱爱，所爱个，那爱子嘛，到底娘个爱子在哪里呢？然后来就会包罗，从第十五天到二十天，就会改善物个的爱子，那下面的爱子，娘对爱子有几贵态？因为这样的会老天子没来分享给的主题不必被基督徒保罗从第十五节第一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呢是以一首诗歌来去亲手念一位位置到底有几贵态念一首东西在教会的会流行的所创建的信息保罗就加入念一节你看这个事故呢就是千年你看这个也是基督继续的危害你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他把这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会提到也应该会明白继续的重要的经历你看这个事故的主题就是几天主刘先生的方法你有心给你看看你能控制的啊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还有替换，来做来做怎样做变得更加好。爱子是卖不能看见之事的笑，是受伤的，所以切比照之神啊，以神，因为万有都是靠其操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垂危的、组织的。是真嘅、壯健嘅、一切都係家族而操嘅，又係為而操嘅。而在萬有之前，萬有也靠他建立。嗱，你看啲經文咧，嘅個重點出嚟，也是咧萬有的主。你睇第二段，也是萬有主。好，我看第二段，第十八節到二十節，一共，佢也係高飛前提之秀，佢係演示。是从西里修仙复上的自己可以在王室上去修会因为父希望叫一切奉献一切的奉献在其里面基础既然这种题在十字架上所留的血请求爱和平偏这种题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天上的都以自己和好了那你看到的重点呢最高也是在高飞的主题而两个重点呢都把基督老马流年的关系来得毫无密切那我们就再到有一款替换的经文也是在关于的主所以前面这些经文一会就清楚并后提到这里有没有名超呢有没上帝抄了一滴的使者，然后天使在天使又抄了一个，最后抄到亚斯，所以他是一般的催眠，一般的性格的事感恩之的怪物什么你看经文就清楚说我他不是被抄的他不是其中一位使者或者天使他是改变不能够看见的上帝的笑是受伤的从一切比较之前我就要讲一切所有比较之前你就已经存在了那个是神的像那就给他好好女孩那些修机啊可以养像我吃饭之前一直在写养像然后再回吃饭礼拜十六搞了对吧所以你就大概吃饭在你吃饭了每百年吃饭之前先祷告祷告以后先养像养像再回去所以养也比较好了他把一他不舒服的时候就带了相对一边医生说哦这个是中医改善人心的以前那个就不没办法嘛医生不敢就吃到某个人不记得了呀就忘记了哈所以今天有相片为证到底是某个人不一样的哈不过你养到你的相呢你还被律师是极高的好你今天养到的相的外表几乎有某个东西你养出来了
但你都已经可以发现一种相似嘛，一样的时候咧，你嘅说出来哈，有几多 chemical 就几多，有几多化学成分就几多，黑几多几多啊，是黑个面食对要蛋白质会加几多，黑个油啊就好啊，啊，希望就系当初有话有火加发明嘅啦，艺术相似一样的都会比较完全全跳啦，那就冇办法啊。所以因此咧，我哋拜咗一份好靓啊！佢在 Facebook 看到好多条弟兄姊妹啊，嚟激励嘅时候啊，见到咧相见都好靓好得意哦。好像嗰只日本娃娃咧啊，在六轮玉道要看啲，哎呀，太时尚，太时尚。你看相片会骗你嘅话，人所讲嘅相咩啦？你的最多咧外表你会看到会骗你。但你假使呀，随心随念，如果所讲嘅那个相咧，喺讲到嘅个本质，喺讲到嘅个叫属性，几种种嘅属性，但你睇下你见到双边冇相咧，中间系看唔到嘅，所以咧，也是就把你字显出来，意思讲把上帝嘅本质显出来。嗱，先至点解咧，就有咁样自己嘅节目记载嘛。基督教咧，从来冇人家讲经时，只要在呼怀里边读神字，就要表明出来。这个意思就讲，主要是咧，把天父上帝完完全全嘅表达在你的面前，使人家一看到佢，就可以感受到上帝嘅就系那个主宰，感受到上帝嘅一种伟人，就系那个能力。一个荣耀啊，也是难解脱的上帝。原来是真正的有形有体的将上帝表达出来。比如讲，具有超能力，佢可以叫死人复活，等等，也是就把那个表现出来，呈现出来。人的好明确的荣耀是。你那边也是哈，爱子就是负所有的心情，爱子也有负所有的荣耀，尊权柄、尊贵、能力、智慧，爱子也有。唔只有，而且系完完全全嘅相同。再讲清楚啲咧，也是基督教嘅上帝，也是基督教嘅上帝之家。而且神的一个形象，佢看得到嘅；而天父上帝咧，你看唔到嘅一个形象，看唔到嘅，那也是基督就会看到嘅。所以因此咧，让万物嘅一切摸得到、用物质嘅一切，就可以加入也是超嘅，因为也是永远从本质，系永远从本质来超上嘅那个世界。所以咧，主要是。没最后就变错嘅，反倒眼头前就讲我啦，而且在一切宇宙之前，还没有做嘢嘅之前，就已经有佢存在啦。嗱，你又看有一只嘅经文哦，从根本，从太初，没有世界以前，我已经定立；没有前言，没有太虚嘅前言，我已经生存。泰山未前变天，小山未前未有之前，乃已经生存。摇华未有创造太极到天涯，并西双的土地，乃已经生存。眼前基本呢就已经讲了他，从眼一切一照之前，他就从永远直到永远就已经存在。他就是上帝，万物天，他超越无论西双的一切，不仅在。非物质嘅，非物质嘅就包括天使啦、魔鬼啦、邪灵啦，呢啲都系非物质。不论呢物质、非物质，可以看得到嘅、看唔到嘅，呢一切都包括在内，在内就系也是超嘅。并且呢，都系靠，都系信靠着也是，加着也是，为也是，你超上呢一切所有。唔单止咁样，一切都系靠耶稣基督嚟存在。万有系靠着佢存在，并且靠着佢来顶撞过。我只话讲七道经，
啊，就是依旧一切的运作点点，有马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主最当中当，然后啊，然后他就好清楚明白了，表达出来一下。第一段好处要不要建立出来？拒绝超非前提之修，单主念一节经文的看呢，拒绝超非前提之修呢？单主念念一句话，啊，你都可以明白到，主要是呢，啊，你要管呢，系有啲咩钱？金丹子嘅至高无上嘅一种伟大嘅创造者，一个也是机器者，伟大嘅创造者，佢老啊，你要管呢？就会非常的熟练，佢就会在心结不能够碰触的一个对上帝，那就去有罪的人，所以那就会冒资格到这个面前，那就要冒办法落去向伊祷告或者是做梦的。他呢，感谢赞美那个上帝，主要是不单止去超主，佢去高飞前提之上，高飞就会心主的人吃罪钱，就为之高飞。人家的高飞呢，就是你的外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嘿，啊，伊也是基督教的，那就高飞的天研究啊。所以基督教的名字真的就成为高飞的研究呢？啊，伢就会有一位，伢就会一条好奇妙的救命计划，连魔鬼都没办法了解的一种啊特别的计划。今日呢，那里面。靠着那个崇文崇明啊，阿弥陀佛，他好像得到也是天父上帝用两种方法来救赎阿弥陀佛，所以就可以解答呢，就讲上帝安心的有没有可能啊来讲说，不只讲到阿弥陀佛有关系的，催眠奇妙的方法，催眠的奇妙的方法，叫一切相信也是基督的人，就可以老也是基督联合催眠。啊，就可以留其他的人，留留下啲留关系嘅人，去引出先，联合在一起，成为嘅教会。而呢一个教会咧，有冇时间嘅限制？从古到今，所有最也是叫地方嘅人，就喺我哋嘅肢体，就喺我哋嘅天主堂。而呢一个联合咧，啲真系也是叫咩？只要我哋人留嘅嘅身体留好嘅，要关联咧，我哋就联合在一起。其就作为我们的研究，作为我们的主，所以这样说，其其也是高飞前提的修，前提之修，所以呢，你这个，你这个天然的逻辑，是跟这种密切的关系。你奇妙的救恩，连魔鬼都没办法想到的，就是原来只有求那里面，有可愿意悔改的事。并且愿意接受人奇妙的救恩，就很多信心。那你接受也是一种做完过敏的救助，那你的出于就会得到赦免。亲爱的，所以魔鬼这么有问题，这么有来这么讲魔鬼有问题，也以为魔鬼以为讲也是恶龙，其实用爱用人的想法可以让人去救回的人，所以因此呢，把也是。念死以后就没事了啊，把你杀死以后啊，你都不可以，你都做不到嘛的，所以不定当然是这种死以后你就复发过来，因为呢死亡的天使呢是没办法来控制人心的上帝，所以当你复发过来的时候，所有最佳人他的那个都会给你一种复发这种永远的善良，也在追你奇妙的人救法，所以救之外，那你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你所相信的人，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耶稣基督的神，不单止是圣诞节马槽地位的演孩，他也不是基督教的救主，他不是基督教地位的三位天、三位神的其中一位，不是。严等字，严咩字发脆闪肉，那十一年被威亚斯，挨威亚斯，也是，听人的是，嘿，经验的人，经验，啊，爱面子的人的是，所以话你应当敬畏你，爱敬拜你，爱顺服你，
爱存储的。我就不需要钥匙，其实我就无意义，我就不需要钥匙。特别诶，当我就面对冲开的结场的时候，当我就面爱现场会议的时候，爱年轻人你打算爱请妹子的时候，你如果爱不请钥匙，你妹可能就心错啊，你乜嘅啊？如果爱飞到其他省城，你只系几多，你啲唔冇用咯。要拎单人要装嘅，也是要装嘅。还有咧，当然要去，当然要选择工作啊，要落去咯。要选择工作，要选择你前面的路的时候，你咩方向，你一起也是。因为也创造天地的上帝，因为今年的救主，因为今年的上帝的主，以前领头的上帝，你要去寻找的。不然我就帮助他，不然我就结婚，不然我就相处，我就我请哪里呢？没请我就把个小面包吃，还我一起粮食，我就我一起粮食，因为呢，他关有的主宰，他壮观一年的世界，他也壮观一年的历史，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他的礼拜过一生，跟给他过一生，他也壮观历史的主宰。所以我求哪里呢？你求上帝，我一向也是讲，讲，那就我有在温柔前进，那就我一向也是讲，那就我用温柔做检查，所以我就要商量，我就要想法，都会，都会做也是的，要状况去，对不？某一个东西，有可能见或看不见，才会个真正个不满，所以每天都在上帝的状态。如果你问，既然上帝总系庄严，总系存下条经验，那你世界点解还有很多嘢啲问题咧？问题，你本也是以己天有理有公平啊，因为一切都存在嘅状况嚟讲，所以咧，他就出爱爱来到佢嘅面前，来去用嘅状况。你不得要讲，用佢嚟壮观啊，主机嚟壮观一切，佢应该要做出嘅来去壮观那条啊，就说那条唔冇攞佢刀，唔用佢刀教，佢都嚟壮观那条。中国嘅年代嘅世界，好像好好不堪啊，不堪思想啊。中国嘅人咧，好像 out of control 啊，咁嘅种情况哦。最近又好多条天灾啊，比如讲市场又地震啦，现在啊。有好多就社会的问题，有更多就社会的问题等等。做乜嘅人？我之前就俾你的答案出来，没你提到到底上帝的旨意系我都没有提下。不过咧，我清楚地知道，主要是一点在做。我想问嘅就系，到底哪啲每一个每一个人？到底我哋要把我哋嘅生命交俾主啊？是嘛？如果好出 out of control， 你真 out of control 咧，喺哪度招上嘅咧？系喺前面上边招上？你哋喺哪度应该问嘅问题？系上应该喺哪度招上？做乜嘅嘢？落水要浸巴？哦，因为要亮亮嘅水面嘅浸湿系嘛？那唔浸咧，唔会上边浸嘅喎，你唔浸嘅喎。啊，中了该按住住嘛，该 catch 嘛，该那个，伊太贵了啊！中年之后就嘛，该干了干了。中了有年纪嘞，以前嘞还记得还中午假，五千块个，个保姆假，个保姆假，中了保姆假，一七年五十的，满山的拍，即系要存嘛，几万山个，中了该人嘞，哦，原来还存，啊，讲俾人听，你讲咩？太大了，喷掉，枪油他不喷，所以重新油他了。你说那你我这里没有奥运装，没说掉奥运装，你哪里奥运装？那就到底有冇法？那就要商量高明双边，用双边来代价了。如果我对香港人看的话，做今天中铁的，今天中国年轻人，你会欢迎不会主的他，而且也会欢迎会主，你更加的爱民。我们会不会轮到给他们用一种
所以你也注意咧，阿舅舅可以啊来复习下，你唔好似在下面嘅生活当中啊，勾结来撞到以前。所以当阿舅啊面对任何嘅一困难嘅时候，唔可以想到其他物嘅物嘅，先想到该为挽留嘅主，该为教会嘅人士，因为佢也系养活你嘅主，向你祈求。给我保持环境可能要改变，但一年心情要改变，求助帮助他立即来祷告。也不上帝的感谢你，也是无比的亚斯基督，因为也创造的主，也是救助他的高危的年轻，主要就多谢你，祈求你帮助他的教育在三百当中来依靠你，直到你是中国一切的上帝，阿要取你嘅病，阿要超有平安；阿要取你嘅病，阿要超灵跳，得出生命，得出盼望。主啊，因你老阿要存在，望出阿要从今日开始，阿要单单带来仰望你，直到一切嘅天边都取你嘅病，一切嘅答案都取你嘅病。主啊，每一日都可以取你一生得出答案，直到你嘅旨意，我存在你嘅生命当中。我在那里的三百当中能够转变出来，做多请你看那里的祷告，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